你要开始做冰淇淋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么大太阳，做个冰淇淋，吃一下不舒服呀？我好像记得从去年就开始说做。去年那时候不太冷了吗？咖啡啥时候做？咖啡，你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做喽。那你这个咖啡机待着，它是个累赘呀。早上睡到那么晚起床，那喝了晚上还能睡得着啊？你中午做呀，可以。中午吃了饭，谁还吃得下？哎，你可以这样，你把咖啡学学的做精了嘛，找一个人多的地方，来个床车咖啡，知道吗？做了自己喝我还是可以，卖我还没信心。要放牛奶？两个牛奶，一个250毫升，500克，500克牛奶加100克棉花糖。那你可以弄好了可以卖呀。卖给你呀。行啊，2块钱一个啊。2块钱一个啊，你要嫌那个1块钱也可以。可以，我用剪子。到时候我做了，明天你要买哦。做多少个？我在这儿给你喊，卖冰淇淋，卖咖啡。有很多种做法的，这是在家里做最简单的一种方法，就是牛奶，反正家里都有纯牛奶，棉花糖哪里都买得到，和棉花糖做的比那个冰淇淋粉直接兑的那种要好。就是自己吃呗。对啊，自己吃那纯牛奶的嘛。像那种快速的，就是得用特制的，是吧？那个冰激凌粉它是合成吧，里面有一些凝固剂什么的。那种东西吃多了不好，像家里用这个自己做的话，给小孩吃啊，自己吃啊，都很好啊。这个又没有关系。就把这个煮开的。对啊，煮热了，棉花糖放进去，把它熬化。然后再凉一下，放到冰箱里。这么简单？对呀，放到冰柜里冻一晚上就好了。那就熬开了直接吃这儿不行吗？直接吃它就不叫冰激凌了，叫水灵是吧？水灵啊，直接熬开了吃，那个跟那个奶酪差不多热的。放凉了呢？要冻成冰那种是吧？对呀，要冻成冰啊，一刮，要不要吃一个？就是棉花糖。对呀，还有彩色的，我买的白色的没有色素。好吃。就放牛奶和这个棉花糖就行了。对呀，如果你想吃甜一点，放其他的那个果糖。百克有多少个？这个？不知道。这个是500克。放白糖不行吗？也可以的，这样有100克吧。这样一煮它就化了，是吧？熬化了，会不会少了一点？我们再加一罐，然后多冻一点吧。可以啊，反正冻起来也不会坏。多做一点啊。你不是有那纸盒子吗？什么纸盒子？有那个小的那个冰激凌碗，还有那个大的那种不锈钢的那种，冰激凌盒子。冻好了之后，用那个勺专门挖冰激凌那球的那种勺。然后挖成一坨一坨的，就行了。这牛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呢，是吧？平时喝的少。你待了好长时间了，你都。保质期半年吧，好像是。我出来才一个月，又没过期。你穿这一身黑不热吗？就是热，有点。不是说黑的稀罕吗？有点热。稀黑的稀热。有点热，但是晚上凉啊。这边你看，我早上还戴棉帽子，还穿那个羽绒服。棉花糖，看到没？这个就开始化了。你泡一下，煮开了，化了。化了之后就可以盛出来。对啊。需要凉一点。稍微温温的，不要太烫。温一点。我用不锈钢的盆子是可以直接倒出来，凉了再放到冰箱里。但是如果是用那个塑料的那种模具的话，就要放稍微凉一下，不要烫。看咱俩小狗子，跑那儿打架去了。哎呀，开过头了吧？火太大了，应该火大了吧？哎，你这哪儿响的？电磁炉。要不开小点吧？我开小了，开小了，开小了。没事，慢慢的。这个锅也不错呀，不糊底。对，这个锅挺好。对，卖饭石锅吗？你厨房里不是有这个锅吗？对啊，就我厨房里有。那个挺好，到时候我也去买一个。你这小锅适合一个人。两个人也可以呀。两个人有点小，三个人小，两个人不小。我那个正合适。那有点大吧？不大。反正你人多就买大一点呗。人小就买小一点呗。对。
差不多了，我先尝尝味儿啊，融合融合了那个味儿，什么味儿？可以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好没有。真的，那跟冰激凌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就不用加糖，都很甜了，很纯很纯的奶香味儿的那种冰激凌。红姐尝一尝。回去我也做。尝，你先尝一尝呀，看行不行。那给我个小碗。给你小碗。小碗干净的。哦，这要盛这种沫才行就行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沫它本身就是这样的。它冷了吗？它就那个了。味道真的很正。挺好。我不骗你吧。不甜。有我们买那个好吃，我们买那个太甜了。王王蜜还是有手艺的。我手艺多着呢。嗯，真的。我做小吃有好多好多种小吃。够了，不要了。明天我那个确实好吃的。你只是不展示。我展示给谁看啊？展示给别人看呀。别人看。嗯，哎姐，有人还要你电话呢。要电话。啊。给他呗。好像是我那个上边，普通朋友有什么关系？人家肯定是有想法了，要电话。有想法，技术朋友做些，普通朋友做些。哎，这个还可以喂狗哎。做做朋友做条路。我的狗肯定喜欢吃，到时候凉了给它弄一点，这牛奶煮熟的可以吃的。啊。是吧？凉了他们说吃了拉肚子嘛。这狗待遇也太好了。好了，就把它放凉，就装到盆里了。汪妹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个男的，我一定把你追到手。嗯。房子加上你的名字，我车子给你。嗯，我虽然矮一点啊，不到1.6米，但是我会用我的真心来打动你。嗯，娶到你这个女人是真是福气。房子给我，车子给我，就能娶我了。我把挣的钱都给你呗，你给我留个生活费就行。钱是什么东西？你以为我喜欢钱？我喜欢钱，我早嫁了，还等现在？我钱都给你了，人家说男人最在乎的就是钱，钱给你了，人肯定也同时给你。人也能这个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是我跟你说吧，首先得喜欢这个人。如果喜欢上这个人呢，就算他没钱，做毛丑屋我也愿意，知道吧？我要是不喜欢，金山银山我也不喜欢的，懂吗？那我也不放弃你。你是不是喜欢王王妹？我确实喜欢的。我这么多天，啊、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。嗯。爱惜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被他的热情、坦诚。甩针感染到的，不知不觉就开朗起来了，一些糟七糟八的事情根本就想不起来，就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放松轻松舒服，现在和人相处很少能有这种感觉了。他遇到任何事都笑呵呵的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不要回去了，到时候看到男的都不喜欢了，就自喜欢我了。王妹，我来找你吧，我想你了。哎，这句话我肯定会说，如果真到这么一天，那也是你惹的祸。你把我喂完了，又你天天养饱了，又跟你学中视频计划，还是我小师傅，做饭也是我师傅，中视频也是我师傅，是我小师傅。你说说看，遇到你真的很幸运，不知道哪个男的会娶到你，我都这辈子估计男人没有福气了，我都有点嫉妒。有人还给我那个私信。要你电话什么的呢？他说喜欢你。有私信的人多了，我从来我没管，没搭理。他们说看你一个视频就喜欢你了，你相信那个一见视频的缘分吗？相信不相信？我的一见钟情在一起10年，还不是背叛我，拜拜了。不是一见钟情，是一见视频的缘分。这个是啥？这还有这种冰激凌粉的这个，它也是熬吧、啊？这个应该是兑水，我兑水，这个有说明的。这个是100克冰激凌粉兑水，用打蛋器同用那个打蛋器把它打到3到5分钟，打碎吧，不是？就是加水，搅匀和嘛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但这个冰激凌粉没有棉花糖好，没有那么纯。咬的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咬人，做一个试试呗。那试试呗，做一个试试，肯定没那个好吃啊。就是一盒牛奶一个粉，然后找个那个打一下就好。你有？我有打蛋器，我还有一个那个专门那个的杯子，就是搅拌杯。哦，啥都有啊你啊。杯放哪儿去了？我找找啊。这里面是啥？啊？哦，柠檬。柠檬。啊。我买了一箱柠檬，还没吃完呢。嗯。我杯子好像是在哪个里面？一盒牛奶，一包粉儿，
这个粉100克，两个口味呗。这是草莓味的。草莓味，嗯，闻着这个挺香的呀。这个香精重啊，所以都宁愿吃那个自己做调的那个。嗯。这个我有个电动的，但是好像懒得。这个你需要水开啊。先把它调散。好像没有说要煮沸吧？诶，那你就慢慢调呗。要调15分钟，打蛋器都要4-5分钟的。你这牛奶有点少呗，格子牛奶吗？不行，它有比例的，哦、要不然冻了都不行了。哦，有哦，没电了，要充电。算了，没用过。上次用了一次，还是用手吧。慢慢搅吧，这样。搅半杯。对呀。哎，差不多。就再用那个慢慢搅呗。我看看这个有没有电啊？这也是充电的。哦、再搅。里面在响哎。啊、哦，那就搅搅吧。你看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带的东西太齐全了，就差个洗衣机了。对呀、啊，洗衣机太大了。嗯。洗衣机，我就想本来想买一个洗衣机的，就是有点大。这就好了。妈，你看，稠稠的，搅化了、哦，然后冻起来。不用熬是吧？这个不用熬，这冰激凌粉，但是这个香精很重，哦、有点少是吧？哎，试一下嘛。我那里还有几包呢，你要是觉得好吃，下次再做给你吃。我还是觉得这个纯牛奶的这个好吃。看，你先试试呗，等待明天。凉一会。对，冻好了，明天试一试就行了嘛。啊、哦。要冻一晚上是吧？啊，一晚上就好。哦，你这才叫享受生活呢。哦，这也叫享受，我在家更会享受，只要日子好过，有钱，在哪里不好过，哪里都好过。冰箱不是还有东西吗？冰箱里有肉，有肉不影响啊。有哦，米酒还没吃完的，先拿出来吧，大家。还有肉，然后我把这个冻到上面就行。哦。让它凝固了就行了。对啊。行了，那就等着吃成品吧。好。